大哥大哥，您这么认真写什么呢？哦，我在写送给大家的新年祝福，你来的正好，给你猜个谜语，龙字最后一点，打个成语。这还真不知道。这一点呢，叫画龙点睛。眼睛有神，才有精气神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荣耀，一起成龙。龙年带龙头，万事不用愁。到荣耀线下门店打卡，一起成龙活动，迎龙年，好运好礼。